上最强音乐游戏《歌手是谁》重磅出击，全民参与疯狂拿大奖，互动狂潮火爆荧屏，明星大腕重装来袭，他们比眼力，拼胆识，来自优酷土豆假唱大作战的报名选手，他们是一群拥有神演技的表情帝。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我想要怒放的生命。今天要迎接游戏挑战的是国内人气组合凤凰传奇，玲花神曲女神，曾毅最炫 rap 男。昔日情谊组合，今日首次正面对决，你绝对选错了，你他妈抬杠啊！究竟谁能率先看穿真假？歌手是谁？即将绚丽登场。歌手是谁？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卫视、优酷土豆、台网联播的大型音乐推理游戏节目《歌手是谁》，用心成就美好生活。本栏目是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播出的。风行汽车首款全能家用七座 MPV 风行 S500精彩登场。本栏目的官方指定产品由助你气血足、精力旺的九芝堂阿胶与驴胶补血颗粒，还有大众时尚内衣领导品牌都市丽人。以及全中药一次就一勺的小名人牌小儿洁感颗粒。那现在大家可以参与新浪微博歌手是谁的话题互动来赢取奖品。本栏目观众奖品是由全球家居用品特卖频道环球购物特别赞助的。本节目的微博微信互动奖品是由索尼中国特别赞助，在这里表示感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手机前、电脑前、iPad 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下载优酷土豆 APP 同步网络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登录优酷土豆专题页面报名歌手是谁之假唱大战，您将会有机会被我们的节目组选中来到录制现场。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大家就可以用手机微信摇一摇来竞猜谁是我们现场真正的歌手，您将会有机会获得索尼自拍神器卡哇伊助眠好用。今天还是一样的，有两位嘉宾要来到现场，一起来辨别真假。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他们。他们是无处不在的神曲专业户，他们是红透半边天的全民组合凤凰传奇。但是，当老实巴交的曾毅遇上豪爽大女人玲花，也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自由的飞翔。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妹妹，这个是天生的。想知道你的这个消费观，他是从不消费，很少能聊得在一起。这个男的长得真丑。其实不是这样。不要了。欢迎。平常他们是一个组合，对不对？但是网络上还有江湖上纷纷有传言说二位总是要分开，但今天我们真的要把你们两个人分开了。你们今天不是组合，今天两个人是对手，但是我们会有人来帮助你们两个人。我配天团，他们能配音，能配歌，能配舞，还有什么都能配的。不要相信我，要相信我，一定会相信你的。提醒一下你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但凡是他支持的都不是歌手。他们已经现在都掐起来，我听谁的？我还是相信女孩子的第六感。曾毅哥，男人的直觉才是最对的。乱了。乱了，还没开始就乱了。来，两位请就坐。今天看你们的了，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备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推理引导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刘谦。有请歌手是谁？推理引导师刘谦。
音大师刘谦，今天对于这两位重量级的这个嘉宾，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先给他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一定是帮女生的这一方。对，但是今天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啊。之前呢，曾毅跑来跟我说，其实平常他都被玲花欺负，因为我的搭档反应比我要快很多，我呢老是说我反应比较慢，一定要帮我。没事没事，我搞定了，我搞定了。你平常嘴皮子多快呀？对，你怎么会反应慢呢？他们互相对对方应该是又爱又恨的感受，互相尊重对方。哎，我没有尊重，只有恨。今天我就恨到底了。我感觉得出来，我要赢。总之，我今天在这里呢，就是负责一个公正的态度，去帮各位把事情分析出来。我一定会听你的，我相信你的判断力。两位嘉宾在我们的现场呢，要找出谁是真正的实力歌者，并且要把他留到最后。你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还要为身后的100位的粉丝而战。如果今天你们谁把真正的实力歌者留到最后，你们身后的100位观众就将会每个人获得由全球家居用品特卖频道环球购物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每个人都有。而且留到最后的两位选手会获得环球购物所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礼品。好了，接下来开始第一轮，他有歌手的范儿吗？歌手请现身。手是谁？第一轮规则，他有歌手范吗？六位选手以假唱形式初次亮相，两位嘉宾通过观察表情、口型和动作来分辨真假，并在6名选手中各自选择一名疑似假扮者进行真实演唱，验明身份。游戏开始。不专业，不专业。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要你很善良，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请你坦荡荡，世上没有满分的浪漫。人们口中说的誓言，真实的可怜。你难道这个帅啊，我长好帅。
看不出来。我觉得表演的真好，尤其是最后那首歌，我觉得好疯狂啊！是，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他在表演，就是我们在欣赏，根本看不出他是哪里有破绽，在对口型的样子。对，好的，我觉得到现在线索还太少，我们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好，来，我们从第一位鲁菜西施开始。哎，上面为什么写鲁菜西施？是长得像鲁菜，是长得像西施？大家好，我叫李小轩。俗话说得好呢，一个不想开饭店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歌手。然后我有关注了林华老师的微博，我知道您跟我一样也是个吃货，所以我今天有空运来我们家的辣鹿海鲜送给你。哎呀，我相信他。叮叮，往这边看，这就是他做的这个卤味，有小龙虾，还有这个螃蟹，现在就吃啊！这样，我们节目的最大的特点呢，我是试吃员，我先帮您尝一下。你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哇！好饿，好饿，好饿！你真的好饿，好饿，好饿，行了，行了，行了。有纸吗？有纸吗？快快快快快！啊，好贴心，好贴心啊！来，我对我的搭档都没这么好过。小龙虾是想得很周到，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又残酷的。一点小小的食物是没有办法动摇我们这边的游戏规则。对，这边已经离开节目的状态是吗？没有，我一边在包，一边在听，一边在听。你可以慢慢吃，但是不要受到影响。第二位，其实我看到你的穿着呢，我总觉得让我有共鸣，你知道吗？因为我总觉得那个燕尾服，在我刚出道的时候好像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你随时要变出鸽子还是兔子来的感觉。主题是魔术师吗？大家好，我叫李贝喜，我是一个美声音乐老师。我是搞美声的。你觉得听他说话就听得出来他是有唱歌的功底吗？谁知道他是装的还是不装的。没有，所以才要请专业歌手的方式来评价。再说一遍，老师，我非常的喜欢你们，真的。哎呀，我也喜欢这个声音，歌手。好，第三位替身歌手，请问是为什么叫替身歌手？因为我之前有做过黄圣依的替身，我是一名演员。所以你做过黄圣依的替身啊？对，因为我是做文替、光替，还有特写替。啊，文替、光替是什么意思？是那个灯光的光，还是另外一个灯光的光？是灯光的光。那个是光替。所以，但你是黄圣依的替身。也不见得你会唱歌啊。虽然我在别人的戏里是替身，但是今天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证明自己，用自己的实力说话，我才是主角。哇，好大的口气。我觉得有自信，有志气。第四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今年26岁，我就是一名歌手。可是为什么刚才你唱歌的时候你一直感觉气息特别不足的样子？你能够展现一下你有气息吗？对，做几个俯卧撑。哎，你那么瘦弱让他做俯卧撑，我觉得一个都够呛。哎，没问题，越瘦弱越能做好吗？因为体重轻啊。哇，是吗？好吧，就冲着他随时随地可以做俯卧撑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加分的。花美男我可以理解，任性是这个是节目组导演给我安排的。我好诚实啊。我也不太清楚。绝对是歌手诚实。我有听说任性是因为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但偏偏要靠实力。因为他不是明明啊，因为他不是明明啊。好，第五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志晨，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杂技演员？哦，哇哇哇，这个厉害，好厉害啊。哇，
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开始在练习这个？我练杂技，练这个球已经练了5年了。那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练习唱歌？我一天花唱歌的时间吗？唱歌是我每天训练之后了，回到家自己我喜欢唱，我就开口去唱。露馅了，露馅了，开始露馅了，专业一点。好，这线索可以参考。其实各位其实不用太在乎他回答什么问题，主要是他的态度看起来够不够诚恳自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一位，终于轮到我了，我是今天的大嗓女王，大嗓女王。看不出来了。刚刚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吧？好辣辣的。一般压轴出来的呢，身份都非常的不一般，所以各位老师，你们懂的。哇，他好有自信呢。好，六位都已经介绍完毕，现在呢隔两位6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针对任何一个选手做出问答。好，问一下你们中间的刘俊宇，你还有什么才艺？赶快表现。我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然后可能就是练钢琴的时间长了嘛，然后这个手指的灵活性就比较。来，给我们表演一个，快快。刘谦老师，你表演给我看看。我最灵活的其实不是手、啊、那是什么？脚？是脑子啊。啊，对啊，对，主播你要玩手指啊。哇，完了，这个不是弹钢琴的。来，我们的替身歌手，我想问一下你，那个上台之前你最快是要做什么准备？开嗓啊，就是把声音放出来练声。好，那我们的美声小胖，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唱美声的都会像你这种体型？因为我们要练气息的时候，身体重一些的话往下沉。那个我们花样美男，你的低音在哪个位置？好，时间到。好，你可以不用说话。不会吧，我也没办法。我觉得你的已经很多了。搭档，我是替你在问。第一轮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一二三四，第四个啊，就最帅的那个男生，最帅的那个。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唱完了之后他的手在抖。不，我们前两期长得帅的都是不会唱的。我觉得我们导演组就不会每一次都那么雷同，这一次肯定会特别会唱。他一看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他长得就像会唱歌的人。你不能因为他长得帅你就说他会唱歌啊。他真的像会唱歌。很吵杂对吗？你可以忽略他们讲话。第一点是这样，在有限的线索里面呢，我们要找出真相。各位有30秒的时间让你们去思考，30秒之后呢，你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倒数时间开始。我叫李小轩。俗话说得好呢，一个不想开饭店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歌手。我叫李贝喜，我是一个美声音乐老师。我之前有做过黄圣依的替身。我叫刘俊宇，今年26岁，我就是一名歌手。我叫李志晨，我是一名杂技演员。我是今天的大嗓女王，我的特点就是音量不仅是大，而且音调高。4号，3号。我跟你说，就是他的意见，你就当做排除项就对了。现在有争议的是3号和4号，对吗？有争议的，争议，争议在。觉得是这样，要相信，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因为你很准。我也相信我自己的直觉。哦，知道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4号。那么帅，为什么把他选走？歌手是谁？林花认为刘俊宇是假扮者。林花，你选错了，我告诉你，你绝对选错了。他真的？为什么？真的好可惜，因为他很不自信呢、啊。很多艺术家都很不自信。而且我觉得他的脸长得那么小，而且又那么又帅，我以为他是拍戏的。脸小不会唱歌啊？对，像我这种大脸拍戏肯定是没戏的。所以林花刚刚说脸小人都不会唱歌，你脸这么小，你一定很不服气的。所以怎么说呀？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因为他跟我长得特别像，有共鸣，所以说我相信他是一位歌手。这次林华搭档，今天你的直觉出现问题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到我来选了吗？对，到我选。请选择，请选择。大家相信我吗？请选择。应该会选那个女孩。没有，他选了一号。你看，黄圣依吧。歌手是谁？曾毅认为霍玉倩是假扮者。黄圣依。刘谦，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三号？为什么呢？我因为我问了一下，我说你上场之前会做什么样准备？上台之前你最快是要做什么准备？开嗓啊，开嗓啊。要像我的话，我上场之前我什么都不做。哎呀，那是你静心。我开场之前就会开嗓，不一样。唱高音一定要开嗓子，要不然嗓子就会卡壳。不是，因为他唱的不是高音，他唱是个快节奏的舞曲。每一个人都不用开声吗？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其实人家刘维唱歌前还要洗澡。对对，真的。所以开嗓只是一个不专业的回答。对，没有啊，我开场之前就是拿着麦，我都会练一下，要不然我怕。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要验证一下到底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曾毅，你选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你也可以用摇一摇来竞猜谁到底是我们现场真正的歌手。如果您猜对的话呢，就会赢取索尼自拍神器卡哇伊。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验证，有请。你看他现在的感觉好像会唱的，完了我会不会给人选错了？天哪，曾毅哥会恨我的吧？他那个前奏太长了，把我煎熬的。有一张好陌生的脸，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你表现好，刚刚是什么意思？如此短暂的情缘，惹眼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好晚，我说为太投入了，表演太专业了。我觉得霍玉倩刚才的歌声告诉我们，我唱我的歌，我活在我的世界里，哈哈，你们听你们的吧。他是我们这几期里面唱的差的当中算唱的好的，自我自信的一个。那好吧，我们来听听看，玉倩，你的真实的身份告诉我们大家好吗？我真实的身份是一名表演系的学生。你刚才唱歌前有开嗓吗？有啊有啊，我没有练声，真的。所以我现在了解了，开场唱的就是这样的。哎呀，虽然我唱的不是很好，但是我特别喜欢唱歌，我也很享受这种感觉。这就好，快乐就好。谢谢玉倩，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现场。林花已经做出了选择，到底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歌手是谁？由你见证。我觉得他的脸长得那么小，而且又那么又帅，我以为他是拍戏的。
手是谁，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本节目官方指定产品都市丽人，听好歌曲，穿好内衣。海月光，心里某个地方。海月光，心里某个地方。会唱，又帅又会唱。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可是偶像级的了。哎，真的唱得真棒啊！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太棒了，唱得太棒了。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可惜了，太可惜了。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去补偿。真的吗？谢谢俊宇，谢谢。好棒！俊宇刚才一开口，他的实力就毋庸置疑，对吗？而且真的，我觉得他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眉宇之间那种俊朗之气。原来这么帅的男孩可以唱歌这么好，老天真的是太狠了。对我和你林花，本来我想选他，就没有。我非常感谢林花老师给我一次在舞台上面就是唱歌给大家听的一个。俊宇好像现在很感慨是吗？嗯。哎呀，你别哭！我天哪！留下他。俊宇，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的身份吗？其实我也是，我真的是一名歌手。然后自己就平时在后海的酒吧唱歌，对。然后我也是一名音乐人，我自己也会编曲、录音什么的。然后我的有两首新歌，在十一月的一部电影即将要上映，是我写的主题曲，还有我唱的。然后我九月份在北京我会开我的个人演唱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我也要报一下，我太对不起你了。一定要加油，好好唱歌，我相信你是最棒的，因为你长得太帅了。不知偶像，他演唱会我也想去看看，一定会邀请林花老师的。俊宇，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对小脸人的偏见今天终于尝到教训了。跟曾毅合作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养成你对脸小的人有偏见了是吗？嫉妒啊，羡慕啊，还有恨呢、啊、羡慕嫉妒恨。今天一开始就给了大家一个遗憾，好，林花选错了。我们看一下曾毅，曾毅现在我觉得他内心有一种特别得意的感觉，我今天要赢了，对不对？好会分析啊。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呢，到这边呢是男人的理性略胜一筹。你是不是抬杠啊？
回去找你事儿。伤心伤心。这一句话我们背后可以解读出来很多的信息。用心成就美好生活，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歌手是谁？风行汽车首款全能家用七座 MPV 风行 S500 精彩登场。本栏目官方的指定产品由小名人牌小儿秸秆颗粒全中样，一次就一勺。关注歌手是谁微信公众账号玩官方游戏，投票支持你所喜爱的明星，就会有机会获得明星签名照及丰富的奖品。关注歌手是谁微信公众账号玩官方游戏，进入高分排行榜，您将会以直接入围歌手选拔并获取好奖。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手机前、电脑前、iPad 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下载优酷土豆 APP 同步网络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登录优酷土豆专题页面报名歌手是谁之假唱大战，您将会有机会被我们的节目组选中来到录制现场。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大家就可以用手机微信摇一摇来竞猜谁是我们现场真正的歌手，您将会有机会获得索尼自拍神器卡哇伊助眠好。歌手是谁？第二轮规则，这是他的声音吗？四位选手现场演唱，如果是实力者，是本人演唱；如果是假扮者，是他人代唱。两位嘉宾在四名选手中各自选择一名疑似假扮者，进行真实演唱，验明身份。游戏开始。大家好，我叫李贝喜，我是一个美声音乐老师。听听到底是真是假？我觉得胖子应该都不错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看他的肚子一直在上下，你看。是非成败转头。太像了，对的太好了。他是真的在唱。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他哪怕是对着这个位置的唱歌，都收音得收这儿。真的，不是演的，不是演的，真的。真的。我说你帮我参考一下，你觉得他是吗？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我知道。我是今天的大嗓女王。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告诉你，她是不是不需要？是不是个歌手？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她是，绝对是。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她第一句没跟上。冰花，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肯定是他的声音啊。选了，我觉得他俩太难选了。他是真的，是真的。不，那个小胖是假的。小胖先生，刚才的是假唱吗？除此之外，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多点讯息，相信你能唱歌？实在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声能证明我自己。
我觉得你说话已经证明了你自己，你就是歌手。谢谢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唱歌好听的？我要高考的时候，就是想学一个才艺，文化课不是太好，然后就学了美声，然后老师说我的声音比较适合。你唱歌已经唱了多少年了？加上毕业唱了有七年。七年以来，对对，你都是以这个作为职业吗？嗯，是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刚才的对话一分钟之内呢，他吞咽了口水四次。啊！哇！对，很紧张，感觉说话很一直。小弟我个人呢，最近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刘爸爸，刘爸爸。在我跟婴儿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的儿子很喜欢吞口水。啊？那是为什么？于是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人类在紧密吞口水的节奏之下，通常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想吃奶，第二个是紧张。那今天这个环境之下呢，我相信你应该不是想吃奶，所以很有可能紧张。啊，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说。之前刘维有说他拿话筒那个姿势，对不对？唱到高音的时候没有拿远。那如果他是一个假的歌手的话，那么他这一轮应该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刻意的去把它拿远或者怎么，那他还是维持现状，一点都没有动。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种强大的自信。我相信你，大嗓女王，你用什么方式证明你很会唱歌？我觉得我在台上的感觉已经不需要我说太多。哇，这个气场，我喜欢你，我喜欢。其实我注意到他唱歌的时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习惯性的舌头会开始沾动。啊？你刚才舌头是唱的时候？啊？我刚才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啦。林欢老师也会，对不对？我是蒙古人呐。啊，因为歌手都会嘛。你一歌就不一定会啊，来一个。哎，你看，饶舌歌手不需要会。来，我们美声来也来个。我不会这个。完了，这个更不会表演。哎，他美声不会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啊？那也不一定。我们现在两位选手，请他们来验证一下。一个不想开饭店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歌手，他蛮像韩国女子组合里面的那种。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口型对得非常好。我叫李志晨，我是一名杂技演员。太难选。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保姆。他会拿话筒，你看到了吗？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我觉得他们几个都是歌手，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假的，我觉得这样应该装不出来的，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我觉得有蛮多线索的呀。有吗？你有听出抖音吗？抖音都说嗓子应该要动的。哦，他没动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动，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噔，我就是我，是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我再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他们是看不到回放的，只有你们能看得到、哦、然后这个鲁菜西施，他其实感觉比较可疑一点，但是他刚才唱的时候的第一句感觉他的话筒推开了，所以他有两个声音叠到一起了。这首歌里面不止两个声音，我听到好多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假的。你觉得哪个是真的？我觉得两个都是真的。女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感觉现在又引起了争议了。曾毅老师，你吃了我的蜡烛，我就是你的人，我就是你的人。终于等到你，是吗？不是，刚才很多人都吃的啊。相信我，相信我，因为歌手嘛，肯定节奏感要好。对，所以呢，我想跳一段舞蹈。然后我知道曾毅老师是凤凰传奇的舞蹈担当，所以我邀请您跟我一起跳，可以吗？哎呀妈呀！绝对是假的。节奏感在哪儿？刘谦老师，我不敢看了。已经不用选了吧？他真的真的是多做多错，因为我们天团里面也有一个舞后，舞后就是刘维。啊，找找。歌手的节奏感很重要的。经过这跳舞之后，你觉得这个 level move 没有？我觉得没有 move， 对，他没有这个 move， 又是 move 的问题。对，因为我的专业是歌手啊，我觉得他不是，有点端倪了。他已经证明过了，那我们想看一下你用什么方式来证明你能唱。刚才可能他说自己的律动感，那么我只能把我的专业展示一段给大家，我的律动感。他真的会啊，杂技。
我们请剩下两位也一起加入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位杂技小哥呢，他不是搞杂技的啊，他球都已经丢得这么厉害了，丢的是挺厉害，有些人也玩得挺好的、但是他是从小玩杂技的话应该更厉害，更厉害的那个那种感觉。人说嘛，刚开始练嘛，练得不久。不可能，这个年纪刚开始练杂技是不可能。我觉得他唱歌应该不错，我觉得他唱歌应该不错。所以你倾向于他是真正的歌手，杂技只是拿来迷惑大家的一个手段。对啊，我觉得你也说的对啊。搭档，你相信我吗？相信。你看，大家相信你是歌手，因为你杂技玩的实在不怎么样。我跟你讲，事情到了这边，我们要挑选出两位，一人挑一位出来，觉得是扮演者的人，让他们离开这个舞台。同样的30秒的时间，仔细思考，开始。时间到，来，女士优先。零花，你已经没有时间想了啊，没有时间想了。我还是选下去，按下你残酷的手指。3号，3号，3号，七师。哎，你是选他吗？按错了吗？我没按他呀。我真的不是摁的他。1、2、3，我选错了，你们支持吗？就是他吗？应该是。你们敢肯定吗？等等等，我问一下这位先生，这位先生真的，我相信你们一回。这戴眼镜的，你觉得他是假的？对，感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很害人的。哎呀，其实我跟你们正好相反，大家都觉得他是假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但是我相信你们，我相信100个人的力量肯定比我一个人要强大很多。歌手是谁？玲花认为李小轩是假扮者。你错了，真的，这次你错了，相信我。好的，无论如何选择已经造成接下来争议。歌手是谁？曾毅认为李贝喜是假扮者。耶、yeah! ！对，对，不对啊，小胖会唱，小胖会唱，但是你像唱美声的，怎么不会那个弹音呢？太有争议了，这一次真的很分裂。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呢？其实现在呢，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们现在只能面对真相。请验证。好好唱。哦，哇，范晓萱，我觉得不会唱的人不会选这首。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风哪个灯哪扇窗口，哎，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所以他是唱情歌，他根本不是唱舞曲的，那为什么要展示才艺跳舞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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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柔情的日子
得不费力气，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哎，我真的好喜欢他的声音哦。他声音里面有故事。哇，唱得好，好好听啊！我觉得我在听着他的声音，我觉得不太像是这样的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是吧？我真的后悔，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直觉。我一开始觉得，我觉得他应该绝对不是。结果他一出来以后，他们全鼓掌，我就懵了。他们说是，哇，你选的太对了。我说啊，难道我又错了？怎么办啊？我有点痛心。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就算有千百万个人跟你说错，你也要相信自己。孟子在2000年已经说了，自反而说，所以千万人吾往矣。卖弄一下，卖弄一下。我替他们向你道歉。太残忍了。啊，没关系，林花老师，我还是邀请你来我们家的那个海鲜店吃东西。一定去。你这小龙虾真的好好吃啊！真的。啊，我在那个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家自己创业。在哪里？北京吗？哪个学校？海南大学。你是学什么系的？我是真的是建筑系的。建筑系的女生建筑系分数都很高啊。虽然我现在学的是建筑系，但是我一直非常坚持喜欢音乐。可能是因为之前父母不支持，所以我没有学这个专业。但是我现在进大学了，我也有组建自己的乐队，叫清补良乐队。对，我有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好吧，那就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有这个有梦想的女孩吧。加油！谢谢小轩，加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要来验证曾毅刚才选的这一位了。来，现在小胖要上来了。我们再一次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当然还有电脑前、iPad 前、手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来竞猜谁是真正的歌手。如果您猜对的话呢，就将会获得索尼自拍神器卡哇伊。祝您好运，看您猜对没有。有请小胖。跑哪儿去了？他好会演哦！对啊，他是有史以来这个节目里我觉得最会演的一个，他一直演到最后一刻。对啊，你知道我想说，哇，他应该是会唱的。对，我都已经开始摇手了，知道吗？他妈憋死我！难怪美声小胖那个李贝喜，我觉得你倍儿有喜感。你到底是干嘛呢？其实我真是一个老师，但是我是一个爵士舞老师，你们信吗？不信。不信。
你这个身材，举世无敌，来吧。说三个字，受不了，真受不了。孔连顺，你看看人家。我是一个柔软的胖子。我是一个柔软的胖子。太厉害了！太棒了！真的表演得特别好，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美声歌手。所以今天给小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小胖。你可以当演员，我们来一个组合吧，好不好？我们一起跳舞。啊，好油腻，太棒了！哎呀呀呀呀！我觉得他比女人还有柔软度。谢谢小胖，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到现在我都认为他是一个美声歌手，就怎么都缓不过这个劲儿，还在受到迷惑。但是林花，现在局面对你们来说一步一步要逼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的揭晓了。现在台上你们已经淘汰了两位真的，还有两位假的，但是还有两位，他们是真是假要由你们两个人来选择。所以现在要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们进行一个对口型的表演，也就是假唱大战。音乐游戏再升级，我们俩本次凤凰传奇对口型歌曲《狼的诱惑》，号称对口型表演的鼻祖，曾一度掀起全民疯狂模仿的狂潮。而今天，他们两人将首度在《歌手是谁》的舞台上惊艳反串，究竟谁能拔得头筹？获得优先选择权。这个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吓坏了，真的，我吓坏了。如果他们来参赛的话，其实我完全分辨不出来呀。啊，我很男人吗？哦，不是，你真的没有很男人，是他太女人了。那个声音就像亲口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一样。
神情、动作、呼吸，一切都是完美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了，那现在两位，你们究竟谁能够获得这个优先的选择权？我们要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身后的观众朋友。现场的观众，请拿起你们的投票器，一号是林花，二号是曾毅，请投票。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哦，林花，你的支持率高，现在。来吧，我们请两位上来。一个是大嫂女王，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对杂技团第一嗓，你给自己选一个，然后剩下的一个就是曾毅的。其实呢，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我的后面的一百位，我现在相信我自己的直觉，我就觉得我跟这个有缘分。刚刚其实是我是摁掉的是大嫂女王，我觉得她应该不是特别会唱歌，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跟他真的很有缘分。林花老师，老天让你赢，你不能把这个机会丢掉，所以我要选大嗓女王，我相信你。哇，他们两个人性格好像啊。对，风风你不会再又给我演戏吧。好，那曾毅这一位先生就是你的，来欢迎。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三轮，第三轮我们再给大家增加一些难度，我们有一个特殊包装的 X 要来袭了。当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电脑前、手机前、 iPad 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用心成就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是谁。现在大家看到在我们现场摆放着一台是东风风行汽车首款全能家用七座 MPV 风行 S500 精彩登场。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歌手是谁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还会有机会赢取奖品。好，我们要告诉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支持的这位明星他真的把真正的歌手留到最后，你们每个人都将会获得环球购物所提供的一份大礼包。现在两位被你们留在现场的选手，他们也分别获得了全球家居用品特卖频道环球购物所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大礼包。首先要恭喜二位，离我们最后的揭晓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要请出这位 X 歌手，请你们来判定他的真假。 X 请出场。李斌，中国著名男演员，17岁的他首站大荧幕出演17岁的单车，便摘得柏林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桂冠。我考了，车呢？你给我买了吗？2005年凭借电影《青红》又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提名。可我们第一次在这说的话你忘了吗？而后从大荧幕拓展到电视屏幕，凭借《魔幻手机》中陆小倩一角，更是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戏里的英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他还会唱歌，你相信吗？在烧，热得不得了，好像他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我心的力量何在？动
起来，这世界充满期待，动起来，做最精彩的一代。哇哇，您真的能唱的吧？刚才是我唱的呀。这怎么之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演过呢？我怕我进入了这一行以后，某些歌手就是吃不上饭了啊！算了算了。刚才这首歌我觉得听完以后跟他的声音几乎是一致的，啊，唱歌的感觉，我觉得他应该是唱的挺棒。刚才我这个舞怎么样？你那个舞倒是跳的挺好的，但你的口型啊，就是没对上。我以为现场有苍蝇你在抓。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参加节目第一次被导演组要求说，李斌你必须要跳舞。如果这个舞是刚学的，证明他是属于一个表演型的天才。一天能够学会跳舞，一个星期学不会唱歌吗？就是啊，跳舞呢，一个一个动作一个星期真的能学会，但是要是五音不全的话一辈子都学不会。对，因为他听不见自己的五音不全，所以我相信唱歌的人五音不全肯定唱不好。你们觉得不错，很帅。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演出重点来了，他觉得是演员。我觉得他只是在演一个很动感的歌手，他在演郭富城。但实际上他是情歌小王子。不是，我肯定是站在他的反面。为什么？今天你从头到尾错到尾。其实我也觉得，哎，你不信我你会后悔的。我认为你会唱歌。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唱歌，所以才演戏。既然是那么会唱歌的话，应该边演戏边唱歌，又发碟又在影视圈发展，我觉得是全能啊。因为我第一次演戏就得了一个柏林的奖，我没有学过这个表演啊，所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进步，努力学习进步。我只有先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以后，我才可以去做别的工作。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做别的工作我觉得也不会做得太好。就是你现在已经演戏已经很成熟很稳定了，所以准备开始发展成一个歌手是吗？希望可以吧。对，啊，他觉得自己是演戏的，一定要做到最好才能换跑道，也没什么不对啊。毅哥，其实我从2006年就开始特别喜欢你。真的，我好想跟你做朋友，我想跟你坐在一起。来，快来吧。曾毅哥，我绝对是真的。哦，所以曾毅，你已经决定要换了吗？换搭档不换。我不换，但是我相信你会唱歌。换搭档不换，换搭档不换，换搭档不换。花姐，我再给您一次机会。我给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这边给各位30秒的时间思考，30秒到了之后呢，一定要决定。换，换不换？换，换吧。搭档，我，你相信我，把你身边的这位换掉，换掉。那你为什么你不换呢？我是替你着想，搭档。你为什么不换？人家都坐到你旁边了。你相信我，我只能把点到这个地方。你已经看穿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谎言。曾毅老师为了让你输。我相信你的直觉，你给我一点点意见。我不知道他真还是假，但是旁边的大赏歌后实在看起来太真实了。但是我对于杂技歌王是有质疑的，我觉得还是别换了。一边是刘谦的肯定建议，一边是搭档的执意劝说，此时的玲花已陷入纠结。他究竟是该相信身边的大嗓女王，还是相信眼前的 X 是歌手呢？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好意思，不换。不好意思，不换。
不换，不换，不换。啊！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但是在这边呢，你可以在舞台上证明自己。我一定让你后悔。演一个很动感的歌手，他在演郭富城。我一定让你后悔。双手轻轻捧着心里面，双手轻轻捧着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间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心该热切为先，多开的眼就会甜，他说他对眼呢，无法破灭的火焰，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会不会那颗红了眼，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不能没有命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快快停止！你唱的都是哭腔。就跟花姐说的嘛，天生五音不全，怎么练都没戏。我觉得你真是表演，不愧是从小练的，真的。你对着曾毅，我会让你后悔的。我当时就心慌了，结果一张嘴我都懵了啊！要先把气势做足。好，谢谢李斌，谢谢，再次感谢李斌，拜拜，谢谢，对不住。那现在电视机前、电脑前、手机前、iPad 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摇一摇，来竞猜谁到底是真正的歌手，是这个大嗓吗？还是是这个杂技演员呢？现在到了我们最后要验证的时刻了。虽然在这之前曾毅已经是两次选对，但是最后一把才是最关键的。没错，因为曾毅选的这一位杂技歌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唱，也许剩下两个都是会唱的。嗯，有可能啊。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你们觉得他会唱吗？不会。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说一个人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担。谁说的？对，谁说的？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拿出来。好，现在观众朋友您赶紧手机摇一摇来竞猜这一位我们的杂技歌王，他是不是真的会唱歌。来，有请。这谁的歌呀？方龙的好像。兄弟你瘦了，看着疲惫了，一路风尘盖不住岁月的脸颊，兄弟你变了，变得沉默了，说说吧那些放在心里的话，兄弟我们的青春就是长在那心底，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花。歌手是谁？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本节目指定产品小名人牌小儿秸秆颗粒纯中药，一次就一勺。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开的花。才会开的花。兄弟抱一下，兄弟抱一下，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我知道我的委屈，所有沧桑的变化，兄弟抱一下，有泪你就流吧，
您来一下吧。他把歌词唱错了。没有关系，这就是因为他就是假扮者，你还没有明白，还在戏里呢。看吧，不相信我们，我们都说了假的了，这是谜底。对，我知道。你现在想对他说什么？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不能乱喜欢，只能说你欣赏他的表演，把你蒙骗过去了。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这位我们的小朋友，杂技，你真的是练杂技的是吗？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我以前是一名杂技演员，然后现在是一名网络主播加上一名演员。哦，对呀，我说你脸那么小，肯定会演戏。但是整件事情，今天整件事情最精彩的时刻，其实从现在开始。刘花，你带着你的选手先来，歌手是谁？由你见证。我都害怕了。来吧，哇，看，刚刚其实是我是摁掉的是大嗓女王，其实我是排除掉她，我觉得她应该不是特别会唱歌的。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让我融化在你肩膀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理会那些忧伤云上的军段。歌手是谁？由东风风行独家冠名。本节目指定产品九芝堂阿胶与驴胶补血颗粒，助你气血足，精力旺。这是你今天在我们现场做的最正确的一次选择，给我们带来这么完美的表演。哇，你评价一下我们这位歌手。我相信他说的那一句，你就看我在舞台上站的那一刻那一下，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有功底的。这一下我真的谢谢你，差一点把你给删掉，还好谢留下来了。谢谢你们。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身份。我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哦，专业。谢谢，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跟林花老师一起唱歌，真的是非常开心。谢谢你，刚才的这一幕，精彩的这一幕会留在我们的舞台上。谢谢，恭喜你也获得了环球购物所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礼包。谢谢，恭喜。好。其实我其实想把李斌换给我的搭档。但是没有换成过。哇，我跟你搭档20年，我没发现你装得很深呐、啊。这回才知道吗？为了我身后的亲友团们，我没办法呀。但是我的搭档就是不上钩啊，没办法。因为我相信他们。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这叫默契。你知道我们现场有惩罚的吗？惩罚我过会儿再告诉你。你先做好准备，我们现场答对有奖，答错是有惩罚的，所以要恭喜林花的亲友团，恭喜你们100位获奖。然后曾毅，对不起，我们要对你进行惩罚，你的惩罚就是，请你到门口给林花的这100位观众一一送上环球购物现场的大礼包。好，恭喜，谢谢大家。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网易网易客户端、新浪新浪微博、凤凰人民网、今日头条、Zucker、AC Phone、多米音乐、网云音乐、天天动听、界面新闻、一点资讯、我拍 APP、酷我 APP、酷狗音乐、蜻蜓 FM、唱吧 APP、爱唱 APP、百度手机助手、百度贴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歌手是谁？再见。辽阔的草原，赤裸的爱恋，心贴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